思想了，都不知道你怎么说让我现在心情了。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青姐，谢谢你相信我，恭喜你完成了你的梦想。谢谢。希望我没有辜负你。完美，你完美的完成了我们的歌。然而呢，姐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特别后悔我当初那么早的就放弃你。是我自己放弃了自己。如果我再坚持一下，也许结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。是我抛弃了我们的梦想，让你一个人坚持这么久。我应该像你一样努力，不是在这样错误的道路上蹉跎这么多年。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，但现在的你很好。珊珊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了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也太感人了。学姐，学姐，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Thank you.
亲，快上来！不行。这不仅仅是几张纸，这还是你的梦想、你的前途、你的未来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？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努力了，不是因为时间不够，也不是因为创作不出来，是我做不到，我唱不上去。你知道吗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第一次知道一个人能够在半个小时重启六把还不卸载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只有爱迪生1600多次的灯泡实验能够媲美了。怎么现在还没到最后一刻，你却要放弃？软件卸载了，还有重新下载的机会。但如果你现在放弃了，就没有再来一次机会了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。什么？我半小时里面重启了8次。不要放弃，不要妥协，大不了再次重启，你总能通关的。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真的会放弃。但是你不仅没放弃，你还赢了。对呀，你输了，说好不见面的。你明明就知道我肯定会输给你。嗯，